爱情负能量讲堂，是不是晚上有约会呀？我还没想好去哪儿，让我安排一下。就你了，这样也行。周末好无聊。是最好的化妆品。耗子，能不能别老是开团啊？你一个大，我们全都进不去。我吃饭啦！哎呀，不吃不吃，吃什么饭呢？今天牲口打得我烦死了。不吃就不吃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啊，这酱油好喝吗？刘烨昨天明明说和我一起看电影，来慢点。可是又说临时有事儿，你说怎么回事？男人嘛，忙事业，你不能总像那天哄孩子要哄着是吧？你说他是真的很忙，还是嫌我烦呢？波波呢？波波还在睡。都几点了？都12点半了还睡？哎呀，他昨天晚上玩游戏玩到后半夜，连续玩了19个小时。我都替他困。哎，对了，还是先说刘烨，你快帮我想一想。你数一数每天你要说多少刘烨？不是刘烨对别的女生笑了，要不是刘烨在你说话的时候接电话了，要不就是呢什么你跟他不换情侣头像了。放过刘烨，也放过我吧。昨日上午9时许，一名男子被发现猝死在网吧电脑前。据悉，这名男子是网吧的常客。在连续玩了19个小时游戏后突然倒下。波波完了，没有呼吸了。你摸哪儿呢？还活着，赶紧把他叫起来吧。波波，你不能再玩游戏了。看看，这是我昨天找的报道。大三男子猝死在电脑前面，疑似连续熬夜玩网游。30岁男子沉迷于网络游戏，连续奋战3个通宵后失踪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，为了你的身心健康，一定要戒掉游戏。啊？戒掉游戏的第一步就是早睡早起，从明天开始全部6点钟起床，一起晨练。第二条规则是加强运动，禁止久坐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早晨都要进行晨练。小子，美云。哎，那不是李美云吗？消灭毛孔和油光，这粉粉是特工级别。波波，你怎么又在玩游戏呀？哎呦，我连流口水的照片都被人拍下来了。哎呀，别说这晨跑，
还真的挺管用的，今天这效率提高了很多，大副本畅快多了。我郑重地告诉你，如果你再玩游戏的话，我就把家里的网线拔了。你拔了网线，我还有单机呀，单机删了，我还有扫雷和空档接龙啊。我的装备刚打的，你每月把电池还给我，还给我，你还给我电池。波波呀，你之所以沉迷于网络世界，是因为你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体验，所以呢，以后你就要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体验一下现实的世界。下一个动作。好久不见呀、啊。好久不见啊，小紫现在可好了，男朋友是开公司的。看了那么多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哎呀，不就是自我折磨吗？适当运动可以帮助戒除网瘾。挺多家长都带小孩到我这里来。美云妈妈好。吓我呀你！哎，李云啊，嗯，告诉小紫，她有的时候管的太多，男人不喜欢这个。哎呀，你快点走啊！这家餐厅非常难订，经常有人从开始营业排队到关门呢。刘烨是提前半月才订到的。姐姐，不去行不行啊？当然不行啦。适当的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可以让你摆脱对虚拟世界的依赖，所以快走吧。嘿嘿，先生，女士请慢用。哎，你们俩少恶心，在外面吃饭别这样。伯伯，这是我们公司小张，人很不错啊。啊，我们家波波呀，性格非常好，而且爱好也很广泛。爱好广泛，你平时干些什么？打游戏。游戏，打游戏怎么了？啊？来来，吃东西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伯伯，这是我们公司小李，人相当好。我们波波呀，性格也非常好，爱好广泛，特别不喜欢玩游戏。那您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？唱歌。哎哎，我也喜欢唱歌啊。哎，您平时都喜欢唱什么歌啊？啦啦啦啦的马西亚，哎呀，我可以去睡觉了吗？还差最后一步。生命不能承受之气。这是帮助你远离肤浅的网络游戏，重新认识文学的魅力。嗯嗯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。米兰·昆德拉。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。别念了，因为人只能活一次，既不能……哎呦，别念了。我不会再熬夜了，我一定好好注意身体。这就对了，赶紧把网络游戏戒掉吧。但是，我不会戒掉游戏。通过游戏，我能打比赛证明我自己，也能写评论稿挣钱，还有固定收听我解说的粉丝。我会注意身体，但这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选择的人生。你们不要再干涉。看来没有人能劝得了他了。我们不行，还有别人。波波呢？拜托了。客气，我一定好好教育他啊。
伯伯，我进来了啊。你赶紧过来，快点儿，脱了脱了，赶紧脱了。是不是男人你啊，磨磨唧唧的，赶紧脱了给我过来。用力呀、啊、能不能用点力呀、啊、被软脚虾子了。今天有没有吃饭呢？